Hi, Elisa. Hi, Vivian. 聖誕節到了喎，想問下你有咩意見，可以買啲咩聖誕禮物俾人啊？不如今年我哋做啲特別啲嘅嘢咯，將買禮物嘅錢捐去做慈善。同埋我最近咧做咗條圍巾嘅設計，可以俾你哋去做慈善義賣，你覺得點啊？好啊好啊，咁我就一等你嘅作品咯喎。好多謝 Vivian 設計呢條咁靚嘅愛是無限圍巾，俾香港弱能基金會作為慈善義賣，所有嘅收益都係幫助香港弱能基金會喺香港推動減少癌威脅嘅工作嘅。呢條圍巾數量有限，賣完就冇噶啦。每條圍巾係998蚊，大家快啲嚟做善事啦！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共襄善舉。